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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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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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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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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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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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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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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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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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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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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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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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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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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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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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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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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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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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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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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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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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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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人有多少智慧呢？眼光非常短浅。平常嘛，就是蒙头蒙脑的过日子，就希望在这个世间呢，五欲生活，如何满足？甚至你连死这个字都不能提。你提了就是你对我不慈悲，你什么意思？让我早死吗？但是这个提和不提不对啊，就是要早做准备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我们上五台山了，台顶上冷，然后你就多加衣服哈，别感冒了啊！你让我感冒，让你先准备就让你感冒吗？那不能提，提了对我不慈悲。这人的心啊，非常的弱，就是这一点事儿不能提。你提了就好像他就是打破了、打碎了一样，这个梦想、妄想就给你打破了它。就非常的脆弱啊，比鸡蛋还要脆弱。你不要为活的时候，不要为死的时候准备吗？那你不准备，到临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家家户户个个都是哀嚎哭泣。所以你看的人啊，非常颠倒。平常打麻将玩兴高采烈，然后呢，像我们红岩寺旁边就一条大道到了火葬场的，你经常看见火葬场那人什么个什么感觉？你平常跟他现在没法比，披麻戴孝，嚎啕啕哭。然后呢，这个脸色凝重，就是无可奈何。那你早点怎么不准备？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是今天才发生的，到处发生，天天发生，年年发生。你生下来就必然有这件事，你不准备，到临死的时候在那里慌忙急火，呼天抢地。有的人心爱的儿子死了，那自己马上一夜之间白了头发；有的呢，他亲爱的母亲去世了，他自己就要疯掉了。这是在我们这世间啊，最起码人活着要有这样子，要有这个生死教育，也不教育这个事，也不让大家说，也忌讳这个事。就像我打的比喻一样，比如我们开车，前面是个悬崖，然后这车离悬崖还有200米，我们说，哎呀，要跳车，要下来，不然的话就要摔死了，不能讲，都闭嘴，好了，不要讲，然后车突掉下去摔死，你早讲就说一定要悬崖，我们赶紧想办法下来呗。
那么我们这个人生一样呢，你就必定要死，死了去哪里不知道，啪掉三道三恶道轮回去了，说不能讲，别讲。甚至家里边的亲人现在得重病了，得癌症了，也不能讲。你这个不都是在掩盖一种事实哈？他为什么不讲呢？心理脆弱，这就人生是相，有生必有死。那么也有人觉得反正有生必有死嘛，也无所谓了，这就是平常说的。到临终的时候看没有哪一个说无所谓。那么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